被 Z 片酷遭害，女优自危，传数百只无码片外流。前阵子许多日本 AV 女星拍摄的母片外流，导致无码片到处疯传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如今又有骇客声称成功骇进某片商的片库，取得一堆母带，并宣称手上有数百只袋子。AV 达人一剑换春秋今在部落格 Plano 一发文，表示一名骇客宣称自己骇进了片商文香社 Prestige 的片库，并拿到数以百计无码的母带，得手后他联络对方将这些片子买回去，否则将外流。结果文香社完全不理他，让他气得上讨论区公布手上的名单，还流出其中一位女优导演遥香的母带截图。虽然这篇文章已遭到删除，但那名单看了真的会吓死人。除了 AV 界女神级人物彩美寻果和邻村爱里、邻村 Y， 还有像长谷川留一、长谷川上元蕊、熊仓祥子、熊仓等大牌女优，但一剑换春秋认为这个人的手上确实是有些文香社没上马赛克的母带，但有没有他讲的那么多很难讲，尤其是他只丢一支作品就在兜售其他女优的方式实在蛮诡异的。